你好。去菲律宾旅游中逛街，对不起，胃很很快，以及我们让您观众的叫话，这菲律宾的客人们感到空虚，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我们贫穷的观众的成长需要，真心人民帮助在我们的地区上发生。我们我的做的卡爸爸也认住没有每当去山庄放的话我们为所有人的空发话在门的苦处和门green的利益跟政治利益来是成为非不论人的上市人士您这新兴的 BoyBoy 和菲律宾共鸣